给，545已经通知检票了。啊，你往后来，往后。这不还有人往里走吗？我有演出，观众在等我，求求你们通融一下吧。我上面已经过完了，我也没有这权利。那下一班是什么时间？9:30。去江城五四五下一班是什么时间？10:33。给我买2张票，2张3.36。晚楼演出赶不上了，坐这儿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走，我没法回家。你回哪儿？你去草原上放羊吗？我刘斌怎么会是这么不争气的女儿啊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呀，你要走了，你就要了妈的命啊！你好，做好不好？妈，妈的一说办法会有的啊。妈会保护好你的，我不会让你再受伤害了。求妈的吧，跟妈回家，知道吗？走。